social animals. They can't live alone.放一下感受，感受这没读过书的人不知道说什么。你呢？读过书的？我没有读过书。所以你自拍就是这样的呀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迷之角度。哎，我们现在。我们看完了，然后现在准备叫车去。你开始有做介绍吗？开始有说你在哪？我在家的时候就已经说了。Enjoy their bringing. Who can live without? Since the day we parted, why did I ever let you go? Mamma mia, now I really know. My, I should not have let you go. Hello， 你可以拍龙虾、啊。老贾，你回了，怎么老脚？我们现在在 Costco， 真的没有这么黑啊。我们买完了，现在准备去一下 IKEA。啦啦啦！室友回来了，生活就是滋润啊！厉害人，有点八号在那边。等一下，这个不好找。OK。19 13就是这个耶。嗯。这是搭的吧？有小的在下面吧？旁边的还有这个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你看一下是不是你的 size。这怎么粘在一起？它是胶啊，因为。那这怎么弄呢？直接放的。是90217972吗？因为我很怕那个桌子比它高一点或者矮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就另一边我要放的，不是桌子。现在要结账。
标的冰淇淋。哇，好炫酷啊！是红的，整个脸。对啊，你拍后面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我们刚从宜家回来，买好了桌子，然后准备把我的房间全部给改一改，因为之前的格局的话就没有地方放桌子，忘记录了，就是我已经把我床给移成横的了，然后桌子放在了那里，我要继续了。老贾，你刚才说姓贾的吗？面包吧。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哦，今天刚好有 football， 你就可以录上来。现在我们在 USC， 因为今天跟这位一个学生有一个采访，然后我跟我室友一起来的。Hello， 今天有球赛，好多人穿着这个非常大学的感觉。可以拍他们，我们是拍他们啊，我拍了，我们学校整个学校的人都没有这一坨人多，搞笑。我们采访完了，然后现在在逛学校。这个人拉着我看他的学校，然后其实我也走得很累了。现在逛完了学校，然后来这吃点东西，就是他们这一个餐厅。我点的是这个咖喱味的花菜和这个土豆，然后他点的是一个西部汤。Say hi。还好吧，还可以吧，是不是？但是确实，但是有后劲。挑战一整根，得寸进尺。我只会喝，再吃一口。我有正常的紫菜，我是蛮好吃。啊，鼻子好了。对，那挺冲的那个劲儿，但是不是很好吃？还挺好吃的，但我真的不能吃啊。他大回答的很好吃，
好，没有得到我们想要中想要的效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跟我室友在家弄了一个烧烤泳池派对，就在我们这个公寓里面。然后他请了一些他的朋友来，然后我们昨天在家准备了东西给你们看看。然后我们准备做汉堡，所以这个是那个就是汉堡的那个面包。然后这是我们昨天做的这个 patty， 然后这下面还有腌好的鸡腿，然后等一下可以烤。哎呀妈呀，好重！Say hi, Sarah. John, look at your sunburn from the football game. Hold on. Why are you poking me? Hey, the first USC seasonal game. I forgot sunscreen. You forgot? I was like, I'm only gonna be there for like a couple of hours. And then like... A couple of hours is good enough for you to get like... I know. Hi, Lily. Is it? Sure. You have to Hello, Mom. Hello. Thank you.我们的小锅头要不要扭过来一下？对啊，好重。我还挺舒服的。我觉得这个碟子太舒服了。Jessie， 在拍 video。How old is she? She's a year and a half. A year and a half? Yeah. She's just really small for her age. Best age. Huh? I mean, best age. Yeah. She doesn't say no yet, so it's kind of... Yeah, 2 years later, it's gonna be a whole different story.